虚好吗？现在给我帅哥美女好啦一时团。身体这些细节别忽略，今天好辣医师团要来告诉大家哪些你平常没注意到的小地方，其实随时都在暗示你的健康状况。好辣军团们又曾忽略哪些病灶呢？值班小护理是林彦君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平常我们去看医生呢，医生除了就是会看病患怎么样陈述他们的病情之外，其实呢还要透过他们的鹰眼，扫描一下，看一下你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说阴阳眼的鹰眼？也非阴，那个老鹰的鹰眼。好，对，这就是他说中医啊。中医其实更厉害的是看脸色气色就知道你大概什么病啊，对，所以一般把脉有时候很快，但是到底有没有把，其实望闻问切，切是最后一关的了。所以那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他就观望你眼睛里面的血丝啊，你的舌头啊。对，因为其实有时候病人是会骗医生的。对，但是只有一样，一定要用切才切得出来。就是怀孕。是吗？我不能看你眼睛就知道你怀孕，那也太厉害了。可是可以把脉啊，一把就脉动就知道。对啊，怀孕了，娘娘，恭喜您怀孕，你怀龙胎了。我也好想。所以任何小线索可能都是身体给你的救命绳索。今天要告诉大家哪些现象，身体有异状，舌头会先知道来。好，来看一下，第一个黑色的舌苔啊。念珠菌，一般现在讲到舌头，大概很难一个人走进来是吐着舌头走进来，所以你还是要用刀子用切的，所以就没办法当神了。那我举的案例是这样，一个40多岁的一个福泰的一个男性哈，那他呢本身就是有烟酒的习惯，那生活工作压力也大，睡眠也不正常，那所以呢他一直有一些上腹痛，然后火烧心的这种症状。那之前的医生也有跟他说你要去做胃镜检查，但他就觉得不要。到后来他已经开始有点喘，然后爬楼梯有点不太舒服，有到这种症状了。就他本来一来找我看的时候是说要找我看胖的问题，虽然说他福泰他的 BMI 值也才29而已，就过重而已，并不是真的到病态性肥胖。那一般他抽血呢在量血压，其实血压血脂也蛮正常的，然后他又说他会喘，做那个心电图跟胸腔 X 光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那后来就想百思不得其解，后来跟他在聊聊他的一些病史的过程，他突然讲说啊，陈医师，我有一个状况，我的舌头是黑色。我说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是黑色？然后他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会刷舌头嘛，刷会有一个黑色的部分刷不掉，就 一大片会刷不掉，哎呦，就是像这样子，这个好严重，好像牛肉馅饼啊。那种绝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个霉菌的感染，那最常见的是念珠菌的一个感染。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病人有这个霉菌感染的状况的时候，一定就是还是要建议他得做胃镜这样。结果胃镜做下去之后，他整排的食道都是像这样子白色的、黑色的这种霉菌感染的那种溃疡，反而胃没什么事，可是他火烧心跟喘不舒服，其实就是这整排纵隔腔感染的这个状况发生的出来。那这种会发生在哪一种人会比较常见？就是比如说你肝肾有问题，或者是你有糖尿病，这个我们都帮他确认没有。然后再就是免疫力比较差。那其实看到这边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接触，其实有点怕，因为免疫力比较差还包含一种疾病叫艾滋病，所以我们本来很害怕他有艾滋病，所以后来验出来是没有，所以他应该单纯只是生活习惯不好，然后睡眠啊压力造成的这样子。所以后来其实又帮他用，他也不是用胃药去治疗他，他就是用抗霉菌的药去好好治疗他，他的症状就可以解决。要涂吗？外涂要涂吗？不是，霉菌的药一般要口服，甚至要泡水，然后这样子整个这样子去让它浸润。那万一真的很厉害很厉害的时候，有的甚至要住院打针。因为像我就是刷牙会看自己舌头的人啊，而且我是要整个吐出来看的那种，因为你就是要刷舌苔，你要知道有没有刷干净。可是我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习惯，所以我发现自己有舌头有异状也是从这个时间点发现的。因为我那时候就发现，为什么我刷完牙之后舌头吐出来看就是干净的状况下，它长得像一张地图，就是它不是旁边就有很多纹路，非常多纹路。然后我有一过那个旁边像万里长城啊，对，然后就很像一个什么波浪状还是牙齿的形状，对对对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，然后再来是那个舌头卷起来，舌系带旁边那两条
有两条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我就平常看它也没事，可是那时候卷起来看，就两条变很厚，然后变紫色，是那种深紫色。哦，所以我想说，那我还是赶快去看医生好了。那时候我去看了中医，嗯，然后中医生就是把完我的脉，然后就看问了一下我的生活作息之后，他就说。我就说也不对啊，我平常就是工作，然后工作完就是健康的运动，然后作息也都正常，然后医生聊完就是说，刘小姐你那个运动量哈是过劳，就是因为我不是一般的运动，我有点像是在训练，然后他说你每天工作时间自虐型的那种的，就像你骑脚踏车是一样。对，其实我也有因为骑脚踏车而过劳过。吃六天，一般骑两小时就很，我能骑这几个小时。对，而且平常又要工作，所以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疲惫。他是一样的嘛，他对，而且我那时候工作结束去训练，我们的训练内容是那种要。就是强度很高，要力竭，然后要力竭到你真的昏倒站不起来，你才能休息。就不是说什么举个两下、十下重量就可以结束。那后来就在靠休息，对不对？医生就给我吃药嘛，然后吃完药之后，医生说你就是这样的状况要改善。他说你不能，他说如果你今天工作量很大了，你就真的要休息，不可以做这么高强度的训练。他说如果你要这么高强度，你就只能一个礼拜选几天是完全没事才能去做。然后他说那你平常工作完想运动的话，你就做一些比如说比较轻。松啊，居家啊什么？他说你要去先从你的生活作息开始调整，然后那时候搭配吃中药，然后生活作息调整，我的地图才消失。可是你已经习惯那种强度了。对，他先生，你先生也是。我学的是我对他是那个职业选手，所以你们两个在好的时候会。我们在训练的时候要做一个新的技术，然后我老公说哦怎么样，然后到位，他说好你用力，然后我就一用力，就我老公就昏倒了。我比你老公还厉害，就我是没昏倒吗？他就自行，然后就这样睡着。真的假的？从浴室打到卫生，啪桌面扫光。你确定你是太感情了？压到落地窗。这是平常的日常。补习一道阴影。所以你的休息还是休息比较好，这一定要去，而且要很长一段时间要去调整。但是舌头很讨厌的地方在于，它末梢神经非常丰富，所以只要一点点改变，一点点受伤发炎，极痛无比。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哈，哦，这女孩子她比较特别的是，她来的时候主诉就是说她喉咙舌头啊会因为很痛。他吃点东西，他就会有非常明显的灼热感，会影响到他的整个食欲。也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他在半年的时间哦，他的体重从55公斤掉到了48公斤，掉了快7公斤。因为这样的状况，他整个人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慢性的头晕、耳鸣、头痛，甚至影响到他的情绪还有睡眠。所以他就在身心科那边追踪。那身心科医生发现说，他药加得很重，他的睡眠的状况和情绪的状况也没有改善。建议他还是要治疗他的舌炎的问题，所以他就来我的门诊。来门诊的时候，请他把嘴巴打开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照片。他舌头就呈现，我们一般舌头上面会有很多小小的胃乳头，一粒一粒的，但是它都不见了，它就呈现一片非常光滑的样子。这样不对吗？光滑漂亮啊！对，它是漂亮，这是 A 五顶级牛舌。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萎缩性舌炎，因为它非常光滑，非常洪亮，所以有些医生或者是病友要把它叫做牛舌头，或者是生牛舌。它就是因为会痛，我刚好提到因为它神经非常敏感。请问这个痛是不是像吃凤梨吃太多扎舌头？没错，有些人会这样，有些人会这样。有些朋友他的主诉他会像好像有万根针在刺你那种感觉，所以晚上睡觉还是痛，用到一些管制类的药物还是不行。遇到这样的萎缩性舌炎的朋友，第一个也会想到说他是不是营养不均衡，那当然他因为痛可能吃得不好。另外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排除他有没有严重贫血的问题，所以帮他安排了抽血的检查，发现他血红素掉到了8点多。他之前去回溯他之前的病例，他之前的血红素大概都12、13，怎么会短时间内掉那么多？安排了胃镜、肠镜，后来发现证实得了大肠癌。然后问他说，你这段时间怎么都没有身体上的改变吗？你怎么会忽略掉他？他说有啊，有注意到他排便有时候会有一些血色的一些像沾染一点血色。是他这个舌头这种颜色跟他这个病变是有关系？有关系，有关系。因为他大肠癌他这样子慢性的一些出血，他血红素整个掉下来，形成这样一个萎缩性的一个舌炎。因为他把焦点都放在他舌头痛睡不好，所以他一直在身心科追踪。要不是因为有过来去查
他这大肠癌再继续扩散下去，搞不好连命都没有了。嗯，对，这很重要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常常旁边跟翻开有万里长城的那种？瓜哥刚好提到哈，那就是因为我们那咬合的，就是舌头大，你把它想成我们嘴巴外面轮廓就是牙齿，舌头只要比较大一点的时候。牙齿就容易有一个形成一个切肌，舌头大一点的时候，你表示它有小的水肿。哎，舌头也有可能小，但是正常情况下它是应该是和平共处，刚好塞满在嘴巴里面。啊，它变大的原因就很多。第一个可能甲状腺功能低下，它代谢变慢，容易水肿。对呀，有时候觉得什么舌头特别肥厚，感觉。嗯，有些。而且有时候睡觉起来就咬了一个破口。对，会。睡觉会刚好咬到醒来，有没有？有，真的我也有。原来我们身体是有异样的，原来是会变大变小。对不对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房间慢慢在退化，在缩小。像一些长辈，他可能会因为骨头慢慢的下颚的骨头在吸收，然后他的牙齿会慢慢的往内缩，所以长辈很容易发现这种舌头旁边有切。肌的现象，那另外有一个就是他可能牙齿真的口腔卫生不好，那种慢性的牙龈炎啊，它也会形成牙崩，这样往内夹，这原来是牙齿的痕迹。有记得半夜有时候是咬到醒来嘛，原来舌头它是会长大的。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，记得订阅医师好辣 YouTube 频道，还有按下铃铛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。